再介绍一下你的产品的概念吧。它是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，然后他用熊的 DNA 来制造出一个宠物带在身边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腹肌熊嘛。对。哦。那在这个作品你多少之前已经筹划了？筹划了多久？去年的 TTF。去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。就跟这位Vincent 有谈过这个概念，然后就开始画设计图，但实际上做出来已经和当初的设计不太一样了。明白。谢谢你啊，希望你今天还是最后一天啊，还有应该会卖完你的东西，希望。谢谢你啊，学长。谢谢。